现在是1997年，我是正在上高一的姜丽君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好，我是邓丽君的张丽君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接下来要读的第一封信，来自七个姐妹，花季、雨季，人生最美好的年华，最美好的青春，最美好的朋友。我们是林青、杨梅、黄小娟。我爸穿着白大褂回来卸掉你大胯。楚珠、邱玉红、李悠然、张丽君。莫美来信是希望您能帮我们组合起一个名字。妖男奇怪，居然在这儿，怎么样？你们像初晨的太阳，阳光姐妹怎么样？阳光姐妹！以后这种事找警察，再这样就拘你们了啊！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这些年，你有什么遗憾吗？你好，张丽君。特别多的钱，连续销售额垫底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为什么欺负你？你叫什么呀？真的吗？出轨了？我觉得吧，阳光姐妹又回来了。我想你们了。